北京乾陵会科技有限公司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世界之大，宇宙浩瀚，存在着太多的奥秘，等着人类去探索。根据时代的快速发展，现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成熟与先进。迄今为止，人类已经不止一次踏入太空中去探索宇宙，而且收获颇大。但是要知道，人类目前的技术也是有限的，对于一些地球附近的星球还可以进行探索研究，但是更遥远的宇宙外，科学家还是办法去接近并且进行探索。所以宇宙中有着太多的秘密，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，其中很多的天文爱好者都对宇宙外星文明感到很是憧憬。有人认为，既然人类是一种文明，宇宙这么浩瀚，肯定也是有其他星球的外星文明的，只是目前为止人类的探索脚步还是没有踏入那个领域，所以还不曾被人类发现而已。网络上还经常有人上传一些称看到了外星文明的照片，不过后来很多都被照片见证加识破是 PS 的。但是对于这个外星文明的问题，专家也不敢下定论，毕竟一切都是未知数。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四维空间，因为现在人类是生活在三维空间中，还没有达到四维空间，所以很多科学家都非常迫切进入四维空间。其实四维空间与现在的三维空只是相差了一个时间的概念而已。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生前也曾提过人类进入四维空间，他认为未来的时间与三维空间结合起来的时候，人类就可以达到四维空间的目标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将来的人类是可以冲破太阳系的。但是至今四维空间这一想法在科学领域中还没有任何消息。您认为有四维空间吗？北京乾陵会科技有限公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